是这个姑娘大声抢救我的心。你叫我姑娘，我都唔捌听到，是伊救你。伊哈，一口宝剑来救我。当然咯，你要安怎来咧叫？我叫做汉龙。Hello， 你的名细好名咯。Hello， 等一下，我捌听过有人细好。名无，你家己讲呀。姑娘，是你听唔到去。我叫做汉龙。汉龙，啊哪咧？你就是我的老公。等一下，姑娘，萍水相逢，你来相救我的性命，是安怎样讲？讲我是你的红婿的，当然无原因。怎么来干叫？你来讲我妹哦。好啦。今嘛，家人爱用过，我自我介绍哦，小老鼠的名叫做柯红菜，柯红菜，哦，柯老牛，不是当菜哦，哦，到底会几多？拜师必雕，学全新的好功夫，顺便帮我下山的时阵，交代我一个叫红公杰。安公剑，安公剑会飞出去，表示有代志要发生。解救人嘛，解救头一个查甫的，就是我以后的伴侣，我的安娜达。哎呦，哪会这尼啊奇怪？耶稣跟你交代安尼是，头一个相救的人嘛，查甫人和你的后生。嘿啊。那如果今仔日我是一个差不多六七十岁的后伯呢？做老伯啊。啊，六八九十岁呢？做阿公啊！啊，我六查某的，做姊妹啊！歹势，苦姑娘，你想救我的性命，人情是人情道，但是终身的幸福是一世人的，这个人情我连拢出来报答你了。袂当安尼讲，因为这口剑的本事。